在台湾很疯的 Thomas 哦，结果我们来日本这样子开车开了几天了？今天礼拜五号了，除了在展场看到很多 Thomas 以外哦，在路上的话几乎看不到 Thomas。原来 Thomas 在日本他们是属于外销的车种，不是他进口的啊，进口啦，算进口车种啦，对啦，进口的。然后外国印尼那边。在印尼生产啊，对啊，就印尼的丰田啊，对，生产然后再进来日本啊，但是很少见。我刚刚有提到，就是半大不小，有没有哈？他说不大不小啦，不大不小啦，所以日本人不喜欢啦。还有他说那个形状，他们一般来讲听起来不怎么美的意思啦。你看他们就喜欢这种的，有没有？他们喜欢方方正正的东西，方方正正，要不然就小。对，他们喜欢方方正正的东西，我觉得就像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就是这样方方正正的车子，跟日本人的性格也很像哈、方方正正的。然后再讲一个，就是台湾的 Hilux 300啊、就是那个有前面有头的哈、我来到这边没有看到半台车，没有看到半台啦，那都是我们在疯狂的追求的车，这边都没有。受欢迎，所以卖外销、做出来那一台在他们这边是失败品，结果卖到台湾下下降。台湾车种太少了，我们的选择太少了。哦，你看那个德利卡也是，对吧？对啊，那个德利卡没办法，这个就是国产事业的那个竞争力不足。这边的老街，我们来这边逛街吃饭的。逛完这里，很多古建筑物，这个超过1600年。1600年。对，他那我们那边来是那个 OK 啦，就是他的那个神社，没有哈？那个就是那个庙寺，必须要维持那个风貌。因为我发现美国车好像很难卖得进来。对不对？风情不一样吧。我们在这边没有，你有看到特斯拉吗？好像没有，很少对不对？对。没有看到特斯拉，对不对？很少。你没有看到充电站啊？没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个我们停车的地方在这里，找了好久，一直绕。哦，这个是自驾游哦，最大的困扰点就是这个。走。然后这个是，哎，这还没开呢，啊，这正准备要开呢。在，这都是老树了。我这如果整个樱花都开了，就很漂亮了。逛街走路，去逛老街啊。哎，樱花到底是几月开？啊？他们好像是4月。3月樱花开哦，不是2月哦，那好可惜哦。对，其实你知道吗？日本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，每个时间来的看的东西不一样。嗯，这是吗？哪一个？三妹子。对啊。终于看到一台了，而且有车边帐的哦。车泊的。对。终于看到一台探妹子的。走，去逛逛老街。这是一座古城啊，古老的街，在穿越，它叫做小江户。小江户。东京那边是江户啊。这边是叫小江户。像这样。哎，停车挺远的，还有一个好处哦，顺道的，可以看到不同的景。那等着盛开呢？没有，都还没有开啊。盛开前的。都来把那个花椒吧，都会那么紧张。你想象这里盛开是很漂亮的哦。好。我现在在这里，然后我看它开起来是这样。它开起来的样子就长这样，这个老城市才美到这样哈、我们在哪？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去穿越冰川神社，有没有？它在后面，因为我们现在人在这。OK。
这个叫做冰水什么？水穿桥。现在 ，OK。冰吧？那是冰吗？冰吧。水啊。水它多一点。我们家有边边边啊。我们现在就是有边边的边。依靠。走吧。嗯，走走走走。哦，昭和58年，对，去上个天吧，这是一个神社，神社啊、哦，旧的那个，去看看啦，应该有、哦，应该有厕所啦，走，有600年，对，要这有写，600年的，对对对，妈，这叫举树，哎，举木啊，600年，走，对对对，哼哼哼，排队干嘛？参拜。哦。你们在干嘛？就是他们的那种办，那是。哦。不会讲哎。就吊来拍照用的。用钩的啦。对啊。这不是那个给你玩的，那个投钱的。投这边啊。对。这里，你看。有。不止了，金额不是300，那、啊、可以拿走了。嗯，你可以拿走啊。300买一个了，就是拿走的意思。啊、好可爱哦。那是这样的。你要不要掉？哦，有铅。哦，里面有铅啊、哦。对啊，那边有红色的。我来看看，那就好。这边是红色。你打了去哪？要投钱。然后要投钱。你看人家对面的，牌号码我好喜欢哦，超可爱的，电车哦，电的，那种观光地区的公车就是要很特别，嗯，很有特色，对不对？终于看到铁窗，终于看到这里有铁窗，我们还有600公尺。是看得到吗、嗯、对啊，我们刚刚是从这边来的吗？不是，我们从后面，我说开车的时候、啊、对，刚刚开车把它停在那嘛，要满，我们又绕了一大圈到那边去，对，你看，好，走啦，干嘛？然后啊，去法国带队的时候就这样，然后拿着导航去法国，嗯，对，拿着导航，然后带着他们出门，嗯，吃东西干嘛的，coffee。 说这个街道就是好，一边买东西一边吃，我说有点像我们的那个夜市，夜市都这样子啊，哦，可以啊，哎，我们等一下来吃这里的可乐饼，你可以现在就可以吃啊，没有啊，要等啊，这里面有位置啊，对，现在去买这样，这个有你吗？我们买啊，要现在买吗？来买啊，走，要排队啊，和牛的可乐，等下回来再买上车去啦，好了，我等下带你们回来嘛，这边的冰淇淋也不错，大大伯，这边的冰淇淋看起来好像面哦，我们现在要来找吃饭的地方，但是我觉得人真的是有够多，有没有？走在这一条古街道，哦，都是那种，看这里的房子，这个房子都非常老旧了。你还没到？我、哦、这条街很长，还蛮长的。是啊。我在最底，然后等下吃饱，刚好散步回去这样。嗯。今天是2:30，现在几点？20分，应该没了。哦，看可以吗？是吗？对啊。走啊。这里，好，这个
这个路这么小，我走不进啊。怎样？没有人。还有客人吗？可能要上去吧。可以吗？那等一下。哦，里面好温暖。我们找了很久才找到的。ただいまお席ご用意いたしますので、少しお待ちいただいてもよろしいですか？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当店ですね、2時半ラストオーダー、3時半クローズご了承いただいてもよろしいですか？はい、いいですよ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それでは先生お待ち。可以。アルコール消毒検温をお手伝いいただきまして、はい、少しお待ちいただいても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？あ、OK。途中途中2点半就是在用餐到3点半。2点半到3点半，好。住宅改建的一个饭店。以前人家的住宅，所以这都是古建筑物。木造的啊。木造的哦，全部都是木做的。他们也加了一些新东西在里面。灯啊。所以它这个是摸乳像，刚刚看到的。那我们进来这里，这个路这么小，看到没有？这边。这个如果太胖的话，要横着走。在说你吗？嗯。来，走，没有很多的。哦。走走走，吃饭时间啊。嗯毛巾是温的嘞，热毛巾。先准备这个给我们擦手用。他们没问我是谁啊？对。这是什么？他们说这里喝起来酸酸甜甜的。哦。他们推荐。我先喝一口。柚子做的那个，这里。这里。哦。柚子啤酒。这个。很方便，很方便。柚子啤酒，对吧？柚子对吧？然后这是生啤，哦，来。我这是梅子酒，我终于下工了，都不用上班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。普通飲まないとこだよね。普通はそのまま入って。啊，冰冰的好喝。你那一天也是来这一家？啊，客人带你来的。哦，你看这一家是当地人来的，对，都没有听到国语的，哦，对不对？都是当地人的。而且是走走还好，有转身看到，这根本不知道。我想我一直看着地图，在后面，在哪里好呢？哦，哦，这是什么？你们都一样的吗？就套餐。哦。四个都一样，所以你拍你的就好。嗯。这应该是山药吧。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。他们这算怀石料理吗？怀石料理。就是一道一道的。生活啊，不能只有都工作。这个他们日本的怀石料理很精致的哦。嗯，不是凉的，冷菜就不是热的啊。嗯，但是我实在吃不出它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它应该是木耳，木耳加蛋，蒸蛋是吧？是啊，嗯，
看到的是这个鸡肉。こちらご説明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。うん、上が湯葉弁当、うん、左がニシン山椒焼き、うん、右が山クラゲの卵焼きでございます。一公斤。这个好像是指那个油吧，就应该是那个什么豆皮是吧？这个是一个里面的名字，这个地方是这里的龙洞，哎，川渝的龙洞，真的好像豆皮啊，哎，豆皮，对不对？豆皮，豆皮啊，豆皮啊，对，开动。怎样？芝麻酱，芝麻酱，很香。啊，那个豆皮好嫩，很嫩。我还是拍它会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嗯。拍我干嘛？哦，有芝麻酱，对。那另外一个就是酱吧。那他们的那个，他们蘸点腌菜。嗯。对不起，我吃不出来是什么菜。对这里菜不熟。那个好吃，有的。金目鯛，ニジマグロ、マダイ昆布締めでございます。第三道。这个马格罗，尾鱼。尾鱼哦，来，好，你开动。特别是这个，这是什么？红斋，那个叫红椒，叫什么？你吃吧。我吃吗？我对鱼的名字没关系啊，我们两个也是爱吃而已，对名字也不熟。嗯。对。就是来吃饭的。这个很特别。就是这个没看过吗？对。其他很常吃。它的最主要是它有带一点点皮在那边，有没有？烤过。这个啊，这是它的皮。皮有烤过。对啊。这个特别啊，那个其他一些还好了哈。怎样？三秒钟。讲什么？那好吃的讲不出话，我知道哈。真的好吃，而且吃到一点点的炭烤味。嗯，炙烧可是又不是炙烧的那么的多，好吃。来，这又是什么？炒碗蒸吧。嗯。我看是不是？嗯，是炒碗蒸。有点烫哦。还有点烫。不会啦，还好，里面有料哦。没有。有。有。好嫩哦。有有没有？没有。没有。单纯的茶碗蒸就对了。我说有啊。这应该是没有鱼刺的。应该没有。然后加上这个什么？莲藕，莲藕。嗯。真。嗯，不错。这青鱼真的很嫩。很香。很嫩。很好吃。不会很油。什么？这等下你吃的时候说可不可以来碗？真的吗？他们有吗？最后 MD 才会。是啊。因为那个是怕你没吃饱。哦。这里是什么？就是尾鱼。来，四种。还有汤。是什么味噌浓，对不对？味噌汤，真的味噌浓，然后四种，都小小的哈。
哦，开动。德州好吃哎、欸。对了，不过它味噌汤喝起来很咸，不会哦，真的，你喝看看，真的是不会咸的。这样吧，用手，嗯，握寿司，嗯，有人最爱吃的比目鱼，嗯，好吃吗？大叔，你还没吃啊？我还没吃，这确定是比目鱼？嗯，不是，他烤，嗯，对呀、啊，嗯。吃了好薄。嗯。等一下。重点是吃起来甜。甜哦。哦 ，OK。这是什么？哦，饭。就另外一个人，应该是海胆。海胆。是另外一种，有点像海胆啊，它是要包起来吃的、啊。包起来，因为现在还没吃啊。嗯，都是什么鱼、啊？竹夹鱼，你知道一般吃起来会有腥味，这个完全没有。不是刚刚那个花枝，口感很奇怪。不是因为它把它切薄片。嗯，不会像花吃起来滑滑那样。嗯。肉质很好。嗯、我们不是专业介绍吃的吗？我们是来吃的，就是来吃东西就对了。我、嗯、一道一道慢慢来啊。那、嗯、对，要自己包。对啊，害我有点紧张。嗯。你一口吃啊？两口。很好吃，感觉海苔味多。是海胆吗？是。而且好吃啊、哦，入口即化。你不敢吃，我可以帮你吃。怎么可以？就我们上次去澎湖没有吃到海胆。那个苏西最喜欢吃的就是海胆，乱讲！我们还在海边现挖好吃。还不一样、啊。紫菜海胆。我要吃的是麻粉的、啊，好香哦，嗯，是海胆，嗯，对不对？哦，可外带吗？不行，就感觉有蟹黄、啊，嗯，杏仁豆腐，你说我怎样？我觉得味噌汤没有那天在富士山煮的好，对，哇、哦，你刚刚煮的味噌汤好吃。嗯、买现成的来弄，我没就买那个味噌酱、嗯，比较有味道。这个没味道，这个有味道，这个算比较咸。这是什么？杏仁豆腐。嗯、饱了，饱了，饱了。一点点，一点点也是吃到饱了。嗯。饱了。这应该是最后了吧？对啊，他都出甜品了。嗯。然后他们都很贴心哦，帮我们把鞋子摆好了。哎呀，你干嘛？他没有鞋子可以坐下来穿啊。然后我们要穿过这个小巷。走出去，这个大概。走出去就，那个字，乌龟，龟乌了。到底是龟乌啊，乌龟？在那个下面那个叫龟乌啊。哦，对对对对，下面那个是龟乌。那个卖什么？乌龟啊，看到吗？上面不是写乌龟吗？龟乌。嗯、到底是乌龟龟屋来？是龟屋，他在卖。卖什么？杏果。是啊。好，走走走走。你问陈姐啊，陈姐。对。这个是手冲咖啡的。这卖什么？不知道，我问陈姐。卖什么？梅子。梅子的。哎、欸，是不是？
又是龟屋，来来来来，大大伯，看到没有？又是龟屋。龟屋是卖果子的。就是大大伯喜欢吃的铜锣烧。哦，原来是小叮当爱吃的。龟屋到底是？我去看一下。龟屋是卖什么？很多都有了，就是一些这个果。零食啊，甜食啊，这糖果啊，嗯，糖果类的，嗯，这我拢无兴趣，嘿，你拢无兴趣，对啊，有一个叫爸，你无兴趣，你慢慢来说，买了很多东西哦，小零食，就是他们这里那种小零食，很可爱哦，嗯。然后买了一个，他们这里有一个东西很可爱，然后这个是加水进去，就像茶可以喝，然后连饼干都可以吃，买了这个好玩，嗯，太可爱了，三只小猪，这太可爱了，看，有一个钟楼。穿越的时钟，这边只能走路进来，来看一下。哦，这里是可以上去的。这拢日语的，我看无啦。1627年到1634，好，然后这个，我有在敲哦，四次，6点、12点、15点跟18点，现在几点？还敲过了。来看看还有活着了吗？哦，这个有。哇。遗产认定吗？嗯。嗯，是世界遗产吗？世界遗产啊，是吗？我不知道，没有，这是日本的他们那个音响遗产认定。嗯，哦。看。1600年老房子，是阿爸。你念，我可以进去看一下吗？你去啊，你去啊，好接啦。多人，超多人，多到大叔都想赶快逃离这里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有人群恐惧症。走了。旧的就对了。啊、哦，等于它是二手拍卖。再买一条回去。咱没办法拿出来看啊。它只能看花色而已。这样，老板娘又在买买买。我们在挖宝，挖什么宝？我看看有没有那个可以来布置家里的小东西。那块布还不错，那块哦，那块。走了。